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可汗新推出的课程，那这个就是皮克斯跟可汗学院共同推出的数学与动画的结合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几何形体其实都是有一些数学的结构，我们抓一些控制点，把控制点移动呢，就能够做出一些动画效果。好，那为什么是数学呢？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看一下，其实这边就是一些分割点，我们就可以这样，它一开始就是先从一个抛物线开始，那抛物线呢，从这些分割点构成出来。对，那这边呢，它有一些互动式练习题，就可以让你从做中去感受一下这抛物线的效用。对，那一个叶子其实是这样，一个抛物线，然后再把它加宽，就变成一个叶子的效果。那动画呢，其实就是把这些控制点动一动，就会做出一群叶子在动的效果。有兴趣学这些课程，那就欢迎到可汗学院来进行一些学习。